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所以换句话讲，很明显啦，呢度系将先知讲道同埋讲方言翻方言系分开咗嘅。但系好明显就系话，原来讲方言之后翻方言嘅话咧，系其实系可以同先知讲道去匹配嘅。OK， 但系问题就系有一样好特别啦，因为原来圣经里面有清楚讲到，就系原来咧讲方言咧。其实是造就自己的、其实他本身是造就自己，但是当你翻方言的时候呢，他会造就了教会的。但是奇怪，有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讲方言他不能够造就自己呢？其实因为原因就是说呢，他那个是假方言、那个是有样学样的方言，不是一个真真正正 的方言。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方言，如果不是你不会知道其实方言用来做什么，它怎样产生功效，为什么会造就自己又可以造就人，是吧？因为我曾经讲过关于研究过关于造就自己，我不花时间再详细讲，最主要就是 charge up， 原文这个 charge up 这个字。其实原因就是这样的，我们尝试去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你会看到这里很有趣，这里其实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说话出来，这句说话呢其实就是真正方言的真正的目的和秘密。因为这里其实你要记住，现在他讲的这样是什么呢？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嘛，是不是？但是最有趣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是方言的 function， 即是神你制造方言出来，其实最主要就是为了使什么？为了使我们呢在悟性度是没有果效的。但我们一路讲方言的时候，我们的悟性就没有果效了，是不是？那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神是要赐一个恩赐呢？是会产生这个这么有趣的机能，亦可以说这么重要的机能呢？事实上这个就是我讲到，就是关于圣灵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是超观感嘛。但问题最影响我们这个超观感呢，其实是我们的五官呢，是我们自细以来呢已经是锻炼的，是不是？我们这个五官还加上呢，我们五官之后呢去推起了一个的观感呢，就是什么呀？那个就是我们的联想啦。就是说我们的思想，简单来讲。但我们的思想当然会产生很多联想啦，这些联想譬如关于灵恩啊，关于神的拣选啊，关于恩赐啊，我们很多时候会自作多情，自作聪明，什么都有啦，是不是？很多的自作都会产生出来。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联想。但这些联想呢是五官，因为来自五官，所以它一定会强过我们所讲的超观感。因为超观感是圣灵来到的时候呢所产生的。咁但係好啦，问题呢一啲嘅联想呢，统称我哋叫佢做悟性嘅。就係我哋能够理解嘅思维，我哋能够明白同埋理解同埋去认知嘅思维呢，统称我哋系咪叫做悟性。好啦，原来呢我哋讲方言嘅时候呢，首先即係呢个你要期待呀。第一年呢你接触咗圣灵充满嘅话呢，其实你应该呢常常每日起码每一日，我记住最少有五至十分钟去经历下方言，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讲方言，不用很大声的去讲方言。那你试一下，其实原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被我们经历这句说话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斩断了你五官对你的思维的影响，斩断五官了总和所可以说衬托出的悟性对你的思维的影响。这个就是第一年里面，其实呢方言点都要，真就算连比着我啦，我都要用一年的时间呢，每一日啊都五至十分钟，或者甚至可以更长的时间去用这个方言祷告。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越能够觉得啦，能够帮到你呢，是完全斩断这个悟性的。咁但你斩断这个悟性呢，好多时候你会慢慢地投入在这个的方言祷告的当中呢，咁你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播诗歌啦，因为五至十分钟两只歌就搞定啦，是不是？好多时候。咁而事实上喺嗰段时间当中呢，你亦一样系方言祷告嘅话，记住嗰啲诗歌唔好大声，大声到变咗你嘅悟性就走返出嚟去花时间去听啲歌词喎。
所以播音乐是一件好事嚟嘅，好过播歌词嘅。嗱、啊，咁呢个亦系点解我瞓觉之前我多数都会播音乐，因为呢个就导致到我所讲啦，就系我点样方言。记住，唔系点样讲方言，系点样方言。OK， 好啦，原来方言嘅最基本嘅机能就系当方言诞生嘅时候咧，佢会 block 咗你嘅悟性嘅。好啦，但系问题就系咁啦。咁你就明白点解要以方言嘅方式产生啊？原来方言要出声音嘅原因只有一个理由嘅啫，只有一个理由，因为原来我哋悟性咧一静嘅话咧，佢胡思乱想，一听音乐嘅时候，听歌嘅时候，佢又会胡思乱想或者乱想啊。真真正正嘅方言讲出嚟嘅声音，唯一唔系为咗俾人听，系其实俾自己听。是因为当你用方言一啲简直你完全都唔知系乜嘢嘅字眼、乜嘢嘅内容嘅情况底下咧。它其实是会帮你 block 咗你的悟性，即是说原来方言唯一要讲出来的真真正正的理由，讲真的是我真的这十年才真的在我自己自身经历里面我理解了。所以为什么说我自己就是不需要讲方言，但我会方言，我会应用方言，我不会讲方言。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到一个阶段是我不需要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开头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如我所讲啦，自细我哋长大嘅时候，我哋完全唔识得去 block 我哋嘅五官，我哋唔识得用超观感。咁所以呢个超观感赐俾我哋嘅时候，初期咧系要讲方言嘅。因为点解？因为你个脑啊，你个悟性，如果唔用说话同埋声音暂练佢嘅歌病咧，咁佢有佢自己嘅歌病啊，佢有佢自己嘅话病啊，佢会谂开嗰样嘢就会点样啊，系会不断去联想啊，唔识停啊。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盼在每一日倾祷告，现在没挂念，有风波也许将到，神的庇佑让我全地爱惜拥抱，若处身纵幻变，实飘满布，在世爱永难料知道。光阴飘散如烟飞舞，但我仍持定信念，依靠主祷告。我心中盼望，在你跟前求告，衷心倾诉。从前路或恨或有风暴浪涛，但你在人手迎着我拥抱。我专一仰望，莫记星月变迁，天缺地老，内心一天比一天更深，显定天成双，在圣所祷告。